归根，好，辅导人员。然后我们现在筹备，然后帮我来当第二男生，你们请他。大家好。一只牛，两只牛，三只牛，四。
识思住。同学们，你们的妈妈好不伟大，知不知道？如果你们再不听话，再顽皮，顽皮小孩，母亲吗？是，你是学校老师吗？请问我家之前又犯了什么坏事啊？之前在学校和同学打架。哎呦，真是不好意思哦，老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又让你为我们家之前操心了，真是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！哎呦呦，你们的妈妈还要低声下气向校方道歉，因为你们做错了坏事。原来妈妈是这么伟大的。妈妈，辛苦您了。我来了。哈哈哈！我好像听到了什么？你们刚才听到吗？我在听到有一些人明白呀、啊，妈妈辛苦，好棒，好棒。爸爸过来啊！对呀、啊，那爸爸不是没有用。哎呦呦！哎，还不是呢？你们觉得爸爸有没有用？有。还不是呢？我爸爸每天在外挑水做工，赚钱养家，很辛苦的。One, two, three.
的，不管是打还是骂，都充满满满的爱。对了，大家也要记得要环保哦，不要乱丢垃圾，会让我们地球更年轻。谢谢大家，一二三，我们是。